干哥今天来这边做什么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就是危老都更。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啊，台湾这个危老的房子啊，超过30年历史的已经有400万户，再过10年可能会达到600万户哎。所以啊，哎呀，米仔，怎么你也会跑到这边来嘞？拜托，当然了，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米仔。太巧了，怎么这边遇到干哥啊？对，我跟你讲，我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什么叫做危老都更，都市更新啊。没错，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来逛摊位了。OK， 好。可以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吗？我在叠高高。你在叠高高哦？你现在是不是扮演一个工程师的角色啊？是。那我问一下妈妈，今天怎么会带小朋友来到这边呢？希望可以了解到一些就是都更计划，还有有些盖房子的知识啊，或者是一些尝试这样子。我最喜欢的霸斗，两个人，两只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梦想的家。哎，我们在这个危老都更博览会里面，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创意，对不对？没错，耶。这个 VR 虚拟实境真的是结合了我们将来的都更计划，所以它会非常的逼真，也非常的写实哦。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地震体验车。如果你今天是住在危老的房子里面，那个晃动感其实那个晃动感就非常大了。哎呀，这个我们一定要赶快寻找掩蔽，没错，要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头。对，最后呢，头最重要。现在那为什么会要想来呢？因为我爸妈现在是住老旧公寓的3楼啦。那现在上下比较不方便，我想透过危老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政府有积极推动一个叫做那个都市更新及危险老旧建物加强重建条例，目前遇到了最严重的两老危机。所谓两老危机，就是人口老化与建物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三大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你必须要整合；对，第二个话，你就要规划；是，第三个就是资金，三样是缺一不可的。台积的董事长，哇，台积董事长哎，欢迎董事长，哇，欢迎董事长，欢迎董事长，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镜头朋友们打个招呼。对，哎，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银行啊，这个过去在工业区域的这个厂房方面，可以说是提供最多的融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台商回流的这个大浪潮。现在啊，工业区土地都一直在往上涨，是。然后呢，很多的这个老旧的这个厂办啊，都有这种都更的需求。对。所以我们银行用这样的很专业的团队，最有热忱的团队，来服务我们广大的这个社会。刚刚呢，我们观众们想说啊，那这样有没有什么指标性的例子，然后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呢？全国第一件的危老就在这个我们板桥的新埔站，然后我们这个全国第一件，然后第二件是在江子翠站。那这两个案子都是台湾中小企银来大力支持的客户。那我们的基隆第一个危老案也是台湾企银，我们台中的第一个饭店的危老改建案也是台湾企银。在危老都更方面啊，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最到地、最到位的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他们会给你最完善的都更服务以及都市更新的解答。好，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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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